民众拍下大马路上路口三角锥摆得歪七扭八，现场招牌倒在地上，筛检站大门也伸锁。这是高雄小港森林公园的社区筛检站，民众到场才发现筛检站空无一人，根本变废墟。后来我就打电话询问朋友，才知道说结果只剩下上午的时段，现场完全没有任何的告示，看到的只是三角锥歪七扭八，许多标牌倒在地面。投诉的洪先生抱怨家中有移工确诊，先打去生活关怀中心询问防疫旅馆隔离，志工说不清楚规定，请他打到卫生所，结果又叫他打到居家照护中心，电话一转再转，最后才说应该要到社区筛检站请医师评估。人到了筛检站，却发现现场像废墟，他气得说电话转三次居然还是扑空。为什么市政府对疫情资讯的服务不能成立单一窗口，却要一而再再而三转来转去的，要分很多个单位请去联络？我们这个站只做上午应该有一段时间，官网都有了，都有宣告这个讯息蛮久的。卫生局解释，时间告示牌摆放路口因为风大被吹倒，事后已经维修，但不知情的民众傻傻在站内等，扑空的不止一个人，也难怪被民众抱怨市府不便民。记者罗彩瑶 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新总统级的顶级食材，秘制独家配方，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，将严选的大干贝、珍珠包、石斑鱼、菲力入酱，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，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，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， 就能够享优惠，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。